曹军发现那块空的，曹军瞎包，能发现？真厉害！这个好像16层，这16层，1层250万，嗯，16层4000多，那这是一半，这是汉朝。出来的时候就这样，应该这一半是先弄这这两，这边就先烂了，这都差不多。这就绑完以后再录，这边谁想也不好找，你录一下子。不是，你看这张，看了多少？那这个是后装的。不是后装的，这个胶啊，都刚要干，那啥，光一瞅就瞅出来，对，一瞅就瞅出来了。这个，哎，他这玩意装出没门吗？没门，封死的，封死的，就那个边儿翘，我告诉保安翘到这根本就没撬开，后来搁这蹦。原来的墙，对，对，这你发现的，你发现的，哎妈，太了不起了！开眼了，这大场面，没用品，太长见识了。这不发了呗？我睁眼看一眼啊，我不动。哎呦我去！这一共得多少钱？7000万。7000万。